外面天还挺美的，你是要那种切的碎一点的葱，还是就是长一点的葱？这样就可以。没有听到。点点点，哎，我可以尝一口吗？可以啊，这个算什么？你尝啊，那个是我用的，你不嫌弃的话，你可以。那我们换一个。他好直男呢。那换嘛。那你知道我最胖的时候吗？ 我不想猜这个事儿。好，我觉得这个男生注定孤独啊。这个故事才刚刚开始。再见了，您们。<笑><笑>我们快吃吧，好吗？<笑>快坐吧。坐位置，看一下他们怎么选择。我都无所谓。你看，其实我们配还是想靠着奇经的。 入座这个位置的这个问题，它真的是很奇妙啊！因为我刚刚看到了，就是陈依晨和那个张天，张天在拿纸巾在放纸巾，陈依晨是在中间这个位置的嘛，然后他就往威廉最后坐的那个位置里面走，然后呢，张天也拿着纸巾往这边靠，然后威廉从这边绕过去的时候呢，两个人又很近了不得了，倩倩，哎呦，来给你个原石好不好？都给你。